介绍一下这个田园呀。刚才我们进来，然后那个大爷说，就这姑娘可以吃，然后别的就说是人家承包的，50平方米，一年的话大概是1700块钱左右，给你种好，你就随时想来摘，你就来摘就可以了，它全都包括。当地叫姑娘果，叫姑娘，然后学名我们刚查了一下，叫哥伦比亚龙珠果，就是这个东西。然后这个在东北几乎就是道边上全都有。关瑞说他一直以为这个是长在树上的。我前天就已经跟我老公打好招呼，我说周天有个聚会啊，他说那个又要去哪儿啊，他现在已经非常排斥跟我走了。我说我告诉你，这是开学前最后一次，你必须得参加。不过来这长知识了，真的我一直以为姑娘是长在树上的，一大片那种，没想到它是跟比草莓大嘛，但是就是给你的感觉就是边上的野草，有点像它那个秧，有点像就是圣女果的那种秧，就是那么高，到膝盖左右，对不对？